女儿开始慢慢接受他的存在，他们中间那堵墙也在一点点的透明。你的爱心鸡蛋。相隔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但是这一天他一路没有说话，低着头，心事重重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哎，诺诺，这个周末啊，叔叔想去游乐园，你能不能陪叔叔一块去？我要去上学了。那天女儿说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。爸爸，我希望我是你的亲生孩子。爸，你有没有想过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诺诺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啊。